家好，今天是4月18日，星期四，欢迎收看本期怼文啪啪啪。首先是明星见讯，杨紫前男友秦俊杰被曝与林更新前女友孙一恋爱后，女方被扒黑料，曾脚踏三条船，同时与林更新、张嘉译及《白鹿原》副导演有关系，目前双方还未做出回应。人家等得很着急啊。徐峥被郑秀文闺蜜痛骂，外面没吃过的都是香的。即被兄弟刘浩龙爆料投掷当天没有喝太多酒，网友表示不要找借口，酒不背锅。接下来是影视剧方面的消息，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男主顾威义与傻屌甜的薛定谔方程表白，城隍有最新快乐源泉。而霸气扮演者名医时，意外扒出蔡徐坤曾面试你好旧时光的羚羊，虽然败给张新成，但参加偶像的坤坤舞台魅力超强了。下面的消息来自综艺圈，拜托了冰箱，关晓彤自曝被亲爹把脸 P 成锥子脸，还发自己死亡角度的黑照。这张你们看哪里？我被我爸 P 的脸。他觉得我脸圆，他给我 P 的很尖很尖。不会吧？爸爸会用美图软件？我爸会，还把我腰 P 细了。他就是我史上最粗的一张腿。我的天，这条腿！角度啊，死亡角度。看黑照，何炅深总结关爸爸的父爱如山体滑坡。现在有个新的话叫做有时候父爱如山。有时候父爱如山体滑坡。以上就是今天怼文啪啪啪的全部内容，我是蜜思阳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